我好榮幸咧，就今次能夠參加呢一個2017年嘅香港國際聲樂公開賽嘅評委。咁我都係第一次嘅做評判喺呢個比賽裏邊。咁我就好多見識啦，眼光咧就闊大咗好多啦。因為睇到好多嘅國內嘅小朋友咧，佢哋係嚟到香港參加咧，係好認真，好認真。我真係覺得佢哋嘅認真咧，係真係俾我好多嘅學習。佢哋唔單止係唱歌，有啲係唱得好好，而且佢跳舞，我相信佢哋喺國內都有學習跳舞啊。同埋佢哋咧係唔會話驚啊，個颱風係非常之好啊。所以咧呢一樣嘢俾我就係覺得佢哋係非常真係幾叻嘅。咁有啲咧好細個4歲咧都可以成首歌背得非常之好。咁我祝福咧呢一個嘅香港國際聲樂公開賽咧一路落去，會做得越嚟越好嘅。多謝。